帮下面问一个，如何透过心经让自己离苦得乐？般若心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三世诸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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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佛陀他们的成佛，那就是依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成就佛陀的果位，没有一个佛陀不依于般若波罗蜜多而成就佛陀果位的。所以你只要先闻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从中得到正确的见地，再来观修这个正确的见地，首席了就变成了正的般若波罗蜜多，那就可以成佛了，就可以离苦得乐了。想问堪布这个科判表，科判表的建立正因在何时？那如何利用科判表了解这本书？西藏的这个论师们他们都很喜欢做科判来去解释某一个经典或是某一个论点你如果你没有科判的话，你就不清楚这个段落这个读的时候就比较会照不到它的重点。那么科判是一个书的一个重点抓出来，比方说这个书里面假如有一个侠满人生 OK 是一个科判，那么你想要知道侠满人生，你就翻去那个侠满人生的方向就可以了。那你想要知道那个无常的地方，它有无常的章节，无常的一个科判，你就直接可以去看那个。所以科判跟这个要义是一样的意思。中文与藏文心经的差异，其实中文跟藏文的心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一致的，只是藏文的它会多一个这个它的来源比方说般若心经谁说的在哪里说的，这些我们汉译里面没有，汉译里面直接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那么藏文里面就多这些前面的它的来源全部加在里面的，对，就这样子而已，那内容是没有差别的。这本书中有说见到位的时候你拥有了真正无分别的智慧，而且以无分别的般若波罗蜜多来看待万法无以空性，这就是见到位可不可以请堪布解释一下？谁问的？你问的你自己解释的好好的，我还要解释什么？不是你已经解释过了见到位的时候这个变成了一切的法都看为空性无分别的状况，你自己已经解释好了不是吗？那我还要解释什么呢？书上的那我要解释一个书上没有的吗？那太难了。对啊对啊对啊比方说般若波罗蜜多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不是我们可以用言语说出来的，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分别妄念去思维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们不思维不去寻找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我们永远找不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我们用妄想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建立一个假的般若波罗蜜多在我们的心前，然后我来说明它，你们来听它，但是我们跟般若波罗蜜多的距离太远了我们走不到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就靠这个分别妄念来去寻找无分别的智慧，然后我们的福德圆满，然后智慧圆满的那一刻，那我们就可以接近了这个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已经证到了般若波罗蜜多，但是呢我不能够直接给人家看给人家说，因为它不是可以说的也不是可以看的，只要是可以说的可以看的它就是所谓的戏论，它就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妄念的对境了，所以这个很难以解释的。心经的法教要如何落实到生活中？
放在包包里面，每天都带着。就是放在你的新的那个包包里面，然后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啊，做一个可以处理的一个方法，那就可以了。比方说，假如有人骂你，那你就说无色声香味触的无声嘛，对不对？我没有听到，我没有这个声音，我听到的骂人的这个声音呢是虚假的。它不是真实有的，啊，人家打你的时候，你就说哦无处嘛，对不对？无处啊，所以这边是，啊，我在做梦被人家打，但实际上没有人打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存在，别人也不存在，那谁打谁呢？对不对？所以汉传的那个禅修里面有说到我是谁，或者说念佛的是谁，这是一样的道理。心经咒语中的揭谛，有的念成嘎得，有的念成揭谛，有何差别？梵文直接音译啊到藏文的时候啊，一定有差别。然后梵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有一定有差别。那个巴迪阿迪夏尊者他去了西藏，然后他在这边长了一个瘤。然后西藏的那个算命的他就算哦你做一个法会啊，什么法会呢？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那个准提佛母的那个法会。那么很多喇嘛在做，那他就去现场听到他们在念这个咒语，因为咒语是梵文嘛，对不对？那巴迪阿迪夏他就忍不住的笑出来，好像笑得非常的大声没有办法忍住而笑出来。他觉得他怎么会念这样子呢？因为梵文的那个音完全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念出来的时候他就笑了，因为他笑得太厉害了，这个瘤就破了，破了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哦，虽然这个咒语他们念的不标准，但是他的那个加持还是在的，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有时候发音有些不对但是我们认为是对的，然后去念那一样的是有加持的。日常生活如何结合空性？有一个人他曾经在森林里面生活，然后他真的很害怕一个人在森林里面害怕，所以他就想办法，好，那我就关我自己是老虎，因为关老虎，老虎是不怕谁的嘛，对不对？所以把自己关老虎，这样时间久了某一天他出现到街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到是一只老虎在那里，所以都人怕他了。所以这个观想这个东西不能小看他他是很厉害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想要把空性运用在生活当中的话，那么你就要观想空性不管是外在的东西还是内在的东西都观过空性。某一天你就变成了空性，你的世界就变成了空性所以你要从这边走出去不会被这个墙壁挡住你的，因为墙壁也是空性，你自己也是空性的。所以观想空性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一般说放空放空是没有功德的没有利益的。那你就想空性，有这个空性的概念来去观想空性，某一天至少你会证悟所谓的虚空的这个空性你应该不太会证悟这个真正的空性，因为你了解的空性跟这个真正的空性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呢你可以证悟到空性，你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碍得了你的一个状况。心经的重要性为何？那学习心经的功德利益为何？心经从头到尾没有重要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它里面的全部的含义就是无我，对不对？观无我。为什么观空性观无我？因为我们轮回的根源是我执，
那么我们一旦有了我执啊，我们永远是在轮回。那么轮回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是一个苦字。那么如果想要从这个轮回当中得以解脱的话啊，那就是要观无我。那么观无我啊，就能够除啊我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我执是要有一个我的存在才会去执着它。可是我们确定了我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执着我，对不对？比方说这边没有一个如意宝，那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把它执着为如意宝，对吧？同样的意思，那我们我找不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我执就没有了。没有了我执的时候，不会为了我然后去争什么，不会为了我做什么，那就没有这个业了。没有业就没有轮回了，对不对？所以佛陀说了八万四千个法门不止，但都是为了证悟无我而说的，这就是重点。然后有多少个福德能够成佛，我不是有很大的福德吗？对不对？般若心经你学习能够成佛，那就是没有比他还要大的福德。如何思维阿赖也是不是我？这里呢，就我们不用思维啊，无始以来都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不是吗？是不是？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阿赖也是，但是我们就有一个我的执着嘛，对不对？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手执着为我，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身体执着为我，所以应该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执着为我嘛。除此之外没有地方可以执着为我，对吧？所以是这样子的，不用去学怎么去执着我，我们要去学怎么不要去执着我。吃素能够培养慈悲吗？这倒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吃素的。但是有时候吃素可能啊没有那么多机会啊发慈悲心的，因为你看不到众生的痛苦啊。反而你今天啊吃荤，你突然看见了一个生命，有生命的啊一个啊动物的或什么的肉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至少会念一个哦嘛呢呗咪吽，那你至少啊，心里面有一个有情众生的死亡，然后希望他离苦得乐的一个概念，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但是啊，假如我可以的话，我也很想要吃素的，因为我觉得吃素很好。为了啊，这个不要伤害别人，然后吃素这个动机啊，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我不鼓励要吃荤食的，但是呢，啊。对慈悲心能够产生慈悲心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哪一个啊比较容易产生慈悲心，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经常会听到心经可以除四魔除障，可不可以请堪布谈一下其中的理论来源与基础？这很简单了吗？我们为什么害怕？因为有一个我嘛，对不对？所以怕我冷啊，人家冷气非常冷，对不对？所以呢，怕我冷，然后怕我饿，然后怕我被打啊、被说，怎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我有我的原因了。那《般若心经》里面讲无我嘛，对不对？你无我了，那怕什么？谁怕谁？对吧？所以呢，啊，不怕，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啊东西来伤害我的。可以请堪布简单讲一下人无我与法无我吗？哎呀，说得完吗？我们概念里面有一个叫做我，对吧？啊，概念里面有一个叫做友情。比方说啊，我们有我、你、他三种嘛，对吧？我、你、他三种。但是这个不叫他，这个他跟你聊你我他的他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那有生命的
啊，不管是畜生道的，还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都叫做我，那叫做人，那叫做人。不管他的出生是啊地狱的，还是畜生的、恶鬼的，都叫做人。那么这样子的执着没有了，那就是人无我。那么我的、你的、他的，对吧？你的、他的，就像啊这一朵花，或者这个教室，或者说这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叫做法。我的、你的、他的叫做法。那么你对于他们没有了执着，那叫做法无我。这是很简单了嘛，对不对？够简单吧？好，就这样子。然后请问堪布，如何修慈悲？是否有次第感恩？修慈悲啊，比方说先对自己修慈悲啊，慈心是对自己好，悲心是让自己从痛苦当中得以解脱。再来对于自己的父母啊，希望自己的父母啊快乐啊，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离苦，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嘛啊，然后自然而然的嘛。然后再来啊，对于自己的啊亲兄弟姐妹啊，再来对于自己的朋友啊，然后一般的人，然后敌人，延伸到一切的有情众生，然后希望他们得到啊快乐，希望他们啊从痛苦当中得以解脱。为什么这样想？那叫做将心比心嘛，对不对？自己不愿意痛苦，自己想要快乐，一切的有情众生也是如此啊。啊，哪有道理只求自己的快乐，只求自己得以解脱，然后不管别人的呢？然后假如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去啊想这个龙树菩萨所说的，一切的有情众生曾经是我们的父母，而且不是一次的父母，而是啊那个无数次的他当过我们的父母。那有些有情众生是过去的父母，有些是现在的父母，有些是未来的父母。那这个父母我们怎么做个区别呢？为什么我们只有孝敬今世的父母，不孝敬过去世的父母呢？对不对？所以用这些来啊修持这个慈心跟悲心感恩。然后这里他说不执着我是指达到或呈现一种无的状态吗？还是说是与天地万物宇宙合而为一，达到一种从善如流的状态呢？这个好像说的蛮有学问的样子。无我，那就是对于我完全没有执着的一个现象。比方说对于身体的没有执着，假如我们的身体生病了，或者说被砍了或什么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的时候，那就是等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对于法无我的一个状况，但是不是那个昏迷的一个状况，不是这样子的哦。比方说中萨佛学院，以前不是佛学院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老的喇嘛，他在禅修当中，因为冬天很冷，然后他的前面有火炉，然后他的那个脚趾被火燃烧起来，他都没有感觉，他就在禅定当中，然后禅定出来的时候，哎，发现我的脚被烧了。这种就是在他的禅定，而且是无我的状态就进入了，那就是等于是他没有任何的执着。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痛有喜怒哀乐，那因为有我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了。请问从三转法轮的立场诠释心经和从二转法轮诠释的差别关键为何？般若心经是第二转法轮，它不是第三转法轮，所以没有办法用三转法轮来去解释这个般若心经。我只是说第三转法轮是在解释初转法轮跟二转法轮。怎么说呢？因为初转法轮的时候佛陀就说了有一种人他修了什么样子，然后得到什么样子的果，
所以他就告诉了我们有所谓的一个人，然后呢修行这个四谛法轮，然后能够得到阿罗汉的果位等等，就是建立有有里面的有。二种法轮的时候都在讲空性，就是无，所以我们会想啊，这个初转跟二转啊，是不是相违，互相相违，互相矛盾的？所以必须要有第三转法轮来去解释，说有是什么样子的立场来去说有，说无是又是什么样子的角度来说无？所以这两个互相不相违，就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跟不同的角度来去描述有跟无，但并不相违。所以三者法轮是这样讲的。所以你说第二种法轮来怎么解释，第三种法轮来怎么解释，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从大圆满的立场诠释的差别关键又为何？大圆满的立场应该诠释心经。诠释心经，我对于大圆满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它里面有个大嘛，对吧？可是般若心经里面连小都没有，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大圆满来怎么去解释这个般若心经的。堪布吉祥，请问修持无我的空性，需先有出离心或菩提心吗？没有绝对的，没有出离心也可以修空性。但是没有出离心不能够证悟空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证悟空性的条件是你要符合圆满。那么就像一定要经过自量道加行道才能够得到见到位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出离心就不能够进入这个自量道跟加行道了。所以你可以观修你没有学佛或是没有这个助力心，但是你也可以观修这个空性会对你有一些些的帮助对你的执着有一些些的淡淡的，所以就不太因为这个感情而受伤什么之类的，因为你想得开了。但是你不能够完全从轮回当中得以解脱的，因为你从来不想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嘛，对吧？心经是大家都说要背的经文，说背心经会开智慧，为了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我从学生时代就有空就背，但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可是还是没有比较聪明，考试还是考不好，也没有认真的去了解心经的内容含义还自己解释观自在菩萨是观自己内心藏在心中的菩萨，把它唤醒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哇，吓人哦！原来是观自在菩萨与舍利子的对话，真是罪过。现在我也结婚生子，我也跟我的小孩说这要背，每天念就可以开智慧。他说背这个就可以，那我就不要读书了。我该怎么用心经来改变自己与小孩呢？我想我念心经二十几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来参加今天的心术发表会，感恩。很好很好，这就是念心经的，念心经开智慧，就是今天我把我的智慧就给你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念二十年才成就了今天我给你的智慧，还是不错啊，有一点点的收获。但是我刚刚上面说过了，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文思来去理解真正的内容，然后光你念多少遍它有福报没有错，它有福德是没有错的，你念经的福德是有的，但是你不会开智慧，因为呢你没有去理解，没有要去理解，你把观自在菩萨当作是你自己的心，那是错误的理解，不是吗？观自在菩萨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而不是你心，所以要去理解它的内容来去读的话，那么相对的你的智慧就会开的。心经与实修如何整合？经过观空性无我的状况来去修持的福德跟我们
一般的修持的福德是不一样的。因为经过这个空性的见地来去修行是没有执着的，所以有一点点进入了这个所谓的三轮体空的现象。但是你真正的陷入三轮体空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还没有得到这个见到位。但是类似的你就已经有了，所以呢快要接近所谓的这个见到位的时候了。对，那很好。堪布您好，请问《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的法无我是指四念住以人为主，而堪布说法无我是指非有情众生如花，请问这两者有何不同？谢谢。没有不同的，法包含了一切的法，包含了一切的法，然后也包含了所谓的人，所以法的范围大，人的范围小。那么一切的法看为空性，看为无我，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般若心经当中的无我这个智慧品的无我，或者是中观里面的无我，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执着什么，你就要把它看成不要执着怎么就不要执着，你就把它当作这个虚假的，然后虚假变成了空有的，那就可以了。非常的感谢这个八棒文化出版社他们办这个活动我完全没有参与，就是他们自己做的，或者说他们的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我完全没有参与因为我很放心的交给他们去做然后我就不去管，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的好，我很满意，感谢。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佛法嘛，对不对？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或者说无量的那个福德，我们一定要经过回向来把它储存起来。没有经过回向储存的话，那可能等一下没有电了，就就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回向一切众生能够得到佛陀的果位，作为我们储存我们今天所积的福德，那是对我们有这个保障。舍南的人当戒之八年，当年涅槃障难般若年，舍迦那揭婆罗之辈，悉悲陀论如观者哀求。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